但确实我看到那个缩图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我什么时候去比眉很像啊，如果帮我戴那个拳击那个帽子的话，然后遮住我的嘴巴的话，他不会是你亲戚吧？我觉得很像你，感觉是哦。你再次，我是不是已经生气了？黄轩撞了奥运铜牌陈念基，金带真的很像。我们玉婷是不是要前进金牌战？所以我在这边也是非常祝福他，希望他得金牌。工作满档的 Yellow 黄轩也有看奥运，近期他和台湾铜牌拳击女将陈念琴撞脸，成为网友热门话题。经黄轩出席手游代言也回应了陈念琴的部分，就我之前就知道他，但我没有想到，就是蛮多网友留言，就是说我跟他长得蛮像，但确实我看到那个缩图的时候，我也吓了一跳，我以为我什么时候去比眉很像啊，如果帮我戴那个拳击那个帽子的话，然后遮住我的嘴巴的话，其实基本上跟他是真的都是蛮像的。念琴厉害啦。他也是拿铜牌，就是这是我的荣幸。他的风格是不是也跟我蛮像的、啊，也是蛮嗨的，对不对？他不会是你亲戚吧？我觉得很像你，感觉是哦。我看他比赛的时候，我的手也跟着痒，手会开始抖。我感觉知道他怎么出拳。练习我不知道哎、欸，我再去研究看看，搞不好是。对，搞不好你问完再跟我们分享。啊，我会写信跟他说。